罗尼亚姐姐，染信家。虽然前天刚刚才写完第二封信，但是有很多事想和你说，所以不由自主又拿起了笔。昨天剩了碎牛肉做不成牛肉饼，我捏成了丸子当做早饭。前天送来的土豆不太容易煮烂，花了很久才捣成土豆泥。我尝了尝，没你做的好吃，还是缺了迷迭香。小乔倒是很高兴地吃完了。我也有些犹豫，但还是去折了些迷迭香剪碎备用。我忘了戴手套，断口流出的汁液粘在了手上，洗了好多遍才洗掉。其实我还用迷迭香做了两个香囊。我失眠好几天了，小乔也一直在做噩梦，可能是因为药量加大的副作用。但是闻着香囊的味道，我感觉好多了。看来书上说的是对的，迷迭香的香味可以安神。不对，也有可能是让我联想到姐姐身上的味道，因为这样就好像姐姐还在我身边一样。不过我担心只靠香囊自己撑不了多久，不行的话我还是会和胡狼医生说的，再开些安眠药。还是吃药比较轻松，虽然你最近总是和我说尽量少吃药，因为吃药而产生的副作用，为了抵消副作用而吃更多的药。我也曾经对此感到困惑，这到底是一种疗法还是某种恶性循环？但是我们在这里的原因，就是因为我们生了病，而在这里可以得到免费治疗。老师曾经说过，生了病就要治病，医生会想尽办法治病，病人要做的就是配合医生。既然胡狼医生已经研究出了能治病的药，那我们什么都不用想，只要吃药就好。我知道姐姐你最近对医生他们有些不同的想法，但老师是老师，是我们尊敬的人，他相信医生，那我们也应该相信医生。所以我想姐姐你只是多虑了而已。而且无论如何，我不能比小乔先倒下。每当我想到小乔的病最严重，我就觉得我没有理由感到痛苦。小乔他需要接受单独的治疗，但每次回来都会昏睡很久，问他的时候也不记得治疗的具体内容。对不起，我不该写这些的。总之你也要乖乖吃药哦。期盼你的回信，希尔。